哎，不去，哎，不去。狗的一年呢，是人的七年。嗯，该，该，走，该，乖，真乖。嗯，但是这狗呢，它的智商跟人不一样。人的智商，我不知道怎么算法哈。狗的智商，像我这二哈，它永远停留在四岁的水平上。嗯，所以它对人间都充满了爱，天真。他觉得所有人都是好人，所有事儿都是好事儿，所以他老傻哈哈的对着一切人笑。嗯，但世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智商只有四岁。一个生命在四岁以前，他没见过什么坏人啊，在四岁以前。我们每天出来就找没人的地儿走，现在没人的地儿太少了。我小的时候一条胡同看不见什么人，嗯，现在满街都是人。我以前的好多印象跟现在都截然不一样。这院怎么又疯了？王开，爹又找不着你了，你这小孩儿。哦，这都是那个保证厕所畅通的，现在这些都是骑着电驴的工作。嗯，我就老的觉得最伟大的都是靠人自己的体能干事儿的，是吧？比如走路，能走路就不坐车，能骑车就不开车，我就每天这么走，也许走着走着一下就摔死了。真乖，差点就出不来了，我跟你说。